所以怎么开 ？OK 吗？没，不该给你用一下。请问等一下不能点？任务模式还是接机模式？那是多人游戏啊，你在那边？多人游戏啊，它有分任务跟接机啊。任务跟接机哦，但要回味接机啊，在那边累。任务是什么东西啊？故事模那个任务模式可能就是有追加一些小东西进去吧，因为那个我也没玩过，所以要先玩街机哦。玩街机玩到破关啦、啊，特难，特难呢、欸，更是整场舍了蛋丢到死哦，好在那边累，不然呢困难，随便啦、啊，都没差啦，反正是、okay. 命无限啦，又没差，好啦，没差，那就开特难。直接把游戏时间加长300个小时，雷爆了！直接开始吗？对呀、啊，你都眼镜男，眼镜女才对。哎、欸，秒闪退什么鬼？等一下，怎么了？为什么要用秒闪退？在线哥哎、欸。因为我是我的，把你另外一个游戏关掉好吗？你怎么知道我另外一个游戏还开着？零八，我可以双开。来啊，走啊！你把我的队友选走，你这样对吗？不然重来吗？你怎么选走我的队友？等一下，重来嘛，不然我玩另外一只嘛。你为什么要选择？谁知道你要玩哪一只啊？Mission One， 自动移啊，酷哥！哇，酷哥！怎么移动？哇，你刚刚不在设定而已，那边是谁？我还不考你哦，好多鱼哦！这是超强机关枪哎、欸！看，当手枪在用的。快点，快点吃肉，吃肉，吃肉！哎，那是谁？啊！我的人太难了，太难了。这个数量也有点多过头了。今天这个是特难。选两条路啊！你要上面还是下面？两条路，下面有载具可以坐哎。可是下面的路比较不好玩，我跟你说，我印象最如果没有记错是比较不好，怒走。哎呀，那我是用游泳的，对不对？ Thank you. 我有车哎、欸，我有车车，你没有，你哭哭。一下啦，有鱼跑出来哦，死掉、嗯。我打不到啊，我的枪是往前射的、啊，大哥。等一下啦，我没办法打。可以呀、啊。请问怎么投钱呢、啊、？Enter 啊。Enter 投钱，然后再按选择角色，按攻击键。来，你的，您拿去，您拿去。你都已经坐上去了，你坐。等一下，敌人有点硬啊。一台好好的船就让被你玩爆了。哎、欸，干什么？所以他出来的时候不能下去吗？哎、欸、哎、欸欸！哦，我可以往下射了。
去吃那个啦！啊，吃能干嘛？真的哦！枪坏了！啊！啊！我的螃蟹！好啦，丢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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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丢哦，快去吃你的虾！快去吃你的虾！啊，都给你打就好啦！啊，都给你打就好啦！我好像一发就给炸掉，哦，没有没有没有。抽死你的枪！这什么弹？这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什么弹？这样打？哦，这样被打。哎呦哎呦，连吃两把枪！哎呀，两把枪只能选一把用啊！哎呦，好大的火箭呐！哎呀，我的，我在看你。OK。敌人呢？哦，一枪哎！快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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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枪怎么就爆了一点？我帮你吃子弹呢，你在那边。他的子弹不能打掉吗 ？OK。OK， 等。干什么干什么？为什么我跳车？你三个键攻击、手榴弹跟跳跃键同时按，就会把它自爆了。可是我刚没按手榴弹啊！哎，就是，哦，我的枪被吃，哎。等一下啦，有点跑步啊我。哎，这都想去吃哎你。好你吃啊。哎，万岁！谢谢你吃子弹，谢谢。还要偷这个？还有这样的，累爆了。You're great。就跟你讲，下面路超难打的，你不信哦？所以上面跟下面的王不一样吗？一样，但是载具会不一样。然后，因为刚刚那一海的载具比较麻烦嘛，比较不好用。快，你就被咬一下，会有超强手榴弹哦！不要嘞，你有没有玩过吗？虽然我没有玩过这一代啊，在那边累，哎，真的，怒吃不报。
什么事都没做就死掉了，你也太累了吧。完全不知道干什么事情。你那个喷一口痰，你就被喷死了。怎么下去啊？蹲着移动啊！好麻烦啊！嗨！你救他，你干嘛？送你一个攻击雷云啊！攻击！你按攻击，他就会射一发雷啊！还有正子弹数哦。我好像记得好像是电人质好像会变成僵尸什么之类的吧，有点忘记了。好烂哦，没有用啊，没有办法瞄瞄准，没办法、啊。我的我的我的，你的你的，这谁？死胖子，那名字是猴子你在那边。哎，为什么我死？干嘛的？我吃枪没有用哦。你现在不怕手榴弹，不怕子弹了、真的假的？那我要去吃他们子弹。哎，我确定是不怕子弹啊，手榴弹怕不怕我不清楚。我觉得队友会累我，我觉得队友要累我。你就这样，哎、欸，干什么？欸、没事嘞，没事，砍完呢。所以是人类无敌就对了。对对，人类的攻击全部无敌。应该是真的没死。等一下，真的要喷一下，来来来，喷一下，喷一下。啊，你不喷一下，你这样对吗？你不让我喷一下，你这样对吗？我都打爆了，你还在那给他喷。哎，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我信箱。你太过分了！还给我秒死！我的，还我！一直死！哎，我要吃一个。呜、这个连击哇！呜、躲下去、啊！我还不……你还在这边？这可以过去吗？打爆他！打爆他！在那边垒，在那边垒。手机变成干嘛？加分小关卡。还要吃我的补血，太过分了！谢啦，走慢一点啦。为什么连兵都可以救？因为这关的首要敌人是这个血，那个血。谁呀？你看啊，噔！等一下，那个慢慢打啦，你会变肥。你难道不想看你变肥吗？哦哟。所以这个没有伤害，对不对？有人死了！干什么？我还不是打你们啊！不要玩了！哦，好强的连技啊！哎、欸，等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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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能哎呀，能。在干嘛？这些伪猴子的感觉，没了啦！噔噔！呜！
给丢了炸弹。白哇，二连击耶，我们输了。哎，我的枪，哎呦，丢不上去，为什么都是我？为什么感觉会冲出来？哎，我的，哇！哎，我可以做，我也可以做，哎，我的钱啊，不要吃蛋，够了。我先去吃的，没了，你还要吃？哎，哎，你是不会帮忙吃的啊？啊，那个你吃的能干嘛？哦，再见。我没有，我刚才想说你在巷上面被碰到会怎样？就这样就好了。好，没问题，没有问题，就这样。啊哈哈！哎呦，我给你搞了！我打不到啦！你不觉得那个像那个脸很经典吗？为什么上不去了？好像因为你蹲……哦，没有没有，想不上来，好像谁也打不到。好，打到打到。喵！什么东西啊？下一次。啊，那个，我们要跟大象说再见，拜拜。怎么打出来啊？这个男的被一个怒喷。没问题，我喷的比较快。能。这怎么攻击我的？我都没看到。他用飞的，飞扑啊。各种死哎！等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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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一下。好了，你解决，你去解决。OK。没有问题。忍者才不需要变身了，你还把我吃光光，你给我记住！你不是要变？你给我记住，你都全部不留了，你给我记住！我好难过。我没有第一次好面子。哇，难过，你一只都不留哎，那还偷吃我的酱？我的酱。因为这关的王我真的不会躲，说真的，真的这个阶段我真的不会躲，就是各种加快版的镭射炮啊，随时提大作战就好了。礼貌呢？好啦好啦，经典的来了，天降墓飞。
快跑哦！不要那么牛。可恶！我越来越快耶！Man！ 没有掉下来，我真的很想知道，如果我不打石碑，你会发生什么事？哎，原来可以打，你应该会死得很凄惨，然后被一直狂叠死，万怒骂你，你在那雷我，我完全不知道那可以打，哟，要下水了，游泳喽。橘子哎、欸，橘子哎、欸，你惊哦！哎，这颗是什么 ？OK， Thank you。你要上岸了吗？上岸的话就往那个排水孔里面钻下去啊，如果要继续就去往继续往前打，就这样，两条路给你选了。我才知道，我都没玩过，就随你啊。所以我就说你还要再继续游泳，你就直接丝毫不理耶，然后就给我走下去了。那我刚刚我那白死你在那边丝毫不理，丝毫不理，我还不射死你。哎、欸，你也有哎、欸！看不到我的枪管是哪一支？尿尿小头，尿尿！哇，好高！哇，喷好高！哎！那那哎、欸！等一下，这怎么躲啊？请你看到我。哎、欸！我的油，我的油，你是叫我怎么吃啊？我的下面他是不是就射不到？人家根本就不想针对你，我好难过。应该是晚上射的。我的油，我的油没了。掉了。哎呀，去！去 ！OK。哎。那这个在下面的，好，对不起。还想偷鸡，在那边偷不到了吧？我淹死了，救我！这边会不会也有鱼啊？
这下水道哪里来的鱼啊？我炸出了一个拔蜡。啊！我的子弹！狂击！哎，他不怕子弹哦。你打他屁股，他不怕。你要打他的眼镜。再见。等一下，这是要去哪？走上面啊。这个没有上电梯的。打眼镜头才有必要，要不然哦，哇！来不及炸爆啦，能不能打他的头？你有看到那只鸟在干嘛？在玩弄它的蛋。在下面会不会被压死、啊？有人要被压死了！再见。阳光版。没这下，我靠！死！来不及跳。再见！再见！礼貌，我的子弹呢？我的子弹呢？不管是我的，没有问题。喂，放掉！哇，他还可以做！那个冲天炮是撞到头就飞走，好像是吧？可以做，哎，这个不可以的。十点马枪。可以吧？不行。他那怎么闪啊？啊，爆！怎么救？要靠刚刚那个机器人去撞，这样。上面两只，好嗨哦！救命哦！这样直接站在这打字，怎么可能那么简单呢？你想太多了哦。看起来就是问号。他的攻击模式三招：一炸地板，二放火箭炮，三镭射光。三队友。没有错啊！没有问题，吃不到钱。你马上吃掉，那么累。这个又是谁？啊！被他碾到会死吗？能。Double
哟。啊，雷神！哎、欸、哎！欸、过分！哎、欸！那也太快了吧！是因为困难急成这样吗？没有错啦，都厉害的啦！哦，以前只有三颗，现在都多一颗，雷爆了！不愧是极难嘞！斜道是没有变厚啊，就攻击模式变机车。Mission complete. 你就这样把他挤走了。那么快，干什么？干什么？蝴蝶晃可以，一声惨叫，吃我子弹。没有问题。哎、欸，你把马都踢走了，你这按着连射，这按着跳跃的，你就雷爆了。原来真的跑走了。那，这一个神蹲呢、欸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换个子弹。哎、欸，他可以这样秒的。你就在那边站桩哎，还有不射我，你在那边雷。好，出关了。好，走下面是木乃伊，走上面是僵尸，看你要去玩木乃伊还是僵尸？雷爆了，还给我怒跑进去。我要太低酒有差吗？雷爆了！屁呀、啊，这不是木乃伊！哎、欸，我记错了吗？今天是石头啊！所以这石头要变成屠龙因为怎样？就死掉了、啊。所以这个是要走，那个碰到会死啊！我看啊！就这样啊！对啊，棉花绞死，直接变成诺曼多爱。哎、欸，我怎么就掉下去了？你算了。好啦，终于跑到虫虫窟了啊！已经不是花啦，是虫啦。谁知道你会掉下去啊？这些虫不用打吗？可以路过啊，如果你想要分数的话就打、啊。这个怎么转？按上，按着攻击键，站在那个把手前面按攻击键。你转的样子吗？你为什么要动机眼转呢、啊？
不要注意小细节好吗？干什么干什么啊？大不义啊！你要吃我的？林江，你要死跟我同一点。你们哎，降头走。这为什么死是你？是什么场景啊？我打不到啊！近战啊，贴进去近战。虫虫掉了哦！耶，掉在人上了！掉剑了！哇，这样真的。不要同步好吗？哦哦，这海底生物就待在海底不好吗？吃啊！给你吃呀！犹豫，犹豫个屁呀！我可以踩他哎！哦哦，这怎么玩？我不知道，你问我，我没玩过。我玩过这海。子弹上，今天是专开用的。哎呀！你们的社交为什么会有白这种东西？他可能是蔬菜虫啊！哇，等一下，这不是蔬菜虫。你没有了解。我在洗分数哎，哎，你踩在他身上哎，然后我刚刚就路过去就好了。那个，去，哎，我没死吗？原来我刚没死吗？我还在那边发呆。我想说，我怎么那么久还没下来？啊，瓜牛！哎，我会喷痰。还在放尿？这个死法也很不错。感觉就会冲出什么东西来？瓜牛啊！那怎么喷呢？可不可以不要站在瓜牛草门口吃瓜牛啊？哎呀，脏脏的！哎！拿着追踪炮的人在那边怕蚊子，你唬我？有鱼耶、欸！为什么这瓜牛会喷鱼啦？宝箱是这样。No， 大
啊、我你地方吃做你吃啦，可以叠加啦。拿着机关枪的人不吃，反正被打就死了，吃那么多子弹干嘛？啊，好，等下会秒死哦！我说实在，你等下会秒死。那怎么打？你自己抓攻击模式吧。等一下，好，那你会不会攻击？就这样，那两条狼会。你可以去被弹一下、啊，有钱哦，有钱给你拿哦。不钱，是谁？你看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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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点啊，白色光，快点！不是这个啦，不是这个，不是，是这个啦，是这个。你看、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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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！有钱了，狼要放出来了，这就站边缘吧，然后再跳手就好了。打破了！哎，变黄了，就是这样乱扫是不是？对，乱射了，乱射了，没有规律了。他快死了，快死了，快死了。哎、欸欸欸，为什么呢？哦，好，没事没事。哇，有钱的，有钱，快吃，快吃，快吃！真跑不掉啊！哎、欸，太快了，太快了！硬扛，硬扛，硬扛，是硬扛了。太快了啦，太快了啦！这就要用拉的，慢慢一步一步拉呀。你是没再见。不能，你没事，你。好歹多了，哎呀，对不起，刚说完，各种叠尸体耶，好惨啊！到底死不死啊？我没死啊！被各种吃，你又来吃。我好难过，我的钱都被吃掉了。哦，飞机啊！秒错卡！为什么是这个？我只是想吃那只猫而已。没良心呐、啊！哎、欸，你跳那么痛啊！我觉得自己飞比较好控制哎。哎！全在玩音速小子。什么鬼啊！我要爆爽！
他变追踪弹。你这躲后面也去前面，后面打一下，为什么要去前面？哎，那也不科学，这手枪的射速。啊，团队配合。你那，我把你的枪吃掉了。我靠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这是猴子的蓝带。我靠，又是他，我记得他。所以他是出来干嘛？出来报仇啊！完全没有杀伤力的感觉、啊，还是说他因为他都在打你？哎呦，你、欸、真的是都在打你！不是我死。哎呦，专门打我哎、欸！各种火力，又变红了，好吃。啊，是你吃的还是我吃的？你呀、啊。哎，你有问题吧？我就在这边打。你觉得有那么简单吗？他不是被外星人抓走了那只吗？对啊，我好像没有打到他，完全零输出。啊呜！哎呀，我没。应该下来一层。谁、欸、？OK， 没有问题呀、啊，都给你。哎、欸，这怎么闪？看到下来一层了。这个关卡一个人玩比较简单。因为我开特难。你错了、啊，有很多东西可以靠着这个机器躲。是啊，我上不去啊！啊，又来了！我要砸死你！快放炮！耶、欸！No. 再吃，猪哎你！哎呦！我赢了，爆了！我赢了，我赢了！被外星人抓走了。没有，他就是外星人，是假的。你要被抓走了，再见。为什么是我？拜拜。等一下，我不能选这只角色的意思。目前没有这只角色，里面八口。
好棒哦，好帅哦，史特龙哎，嗯，这么多台，这么多海南的曝光光哎，这么多台。我变好丑啊！哎，现在是玩雷电了。哎，好，有子弹限制。哎，哪有人这样针对？开的比较慢吧，哦，我一直看错字啊，自己的炮弹长怎样啊，就火箭炮啊，就这样，不要跑，看着就变质了，克总司哎，你这肥猪，你那个是棒子，吃必吃哦，也太硬了吧，好掉了，是不是留一台他就不会一直召唤了，欸，哦哦哦，哎，哦，好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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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依照你的个性，会给我全吃。没错，你怎么就不见了？你还继续碰哎！哦，经典的来，这还叫雷电吗？超有规律的。
fuck you！ 嗯。等一下，我们再来看看什么叫做吃东西吃到死掉。那吃个，我再吃一个。吃都吃，各种吃。你竟然把我留到最后的东西给吃了，没拔出来的点就是那里啊。哎。请问一下，为什么 你是变男的了吗？干嘛了？蠢死各种叠尸体耶！呢？你你，赶快打你！想说他走不出来。喂！那怎么了？啊，终于可以用走的了。这打不爆的是谁？为什么我跳了还是被他射到？你明明就跳得比较早，你在那边雷。有差吗？我跳比较早。这他射之前就把他杀爆了。哎、欸，这样子来的。Thank you。是嘞，你个人。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嗯，没事。哎、欸，怎么又没有吃到？你有看到有个猫先生在那边？没办法。雷爆了！屁的！不要重复好吗？哎，跳圈圈怎么两个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！怎么是两个？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你的炮，你的炮，你的，你的炮！哎，这怎么跳啊？咦、欸？你耶！你就直接跑了，拉你画面，气死！哦，这个画面很经典。勇者先前进。
突然间觉得他有点吵。过不去啊，好像打不到这个。你刚射他屁股了吗？为什么他们没有机台可以，还有格林可以拿？我们只有小手枪。射出来超快的。机械蜘蛛吧，可能之类的。一刀就倒了，怕他们要。还会自爆哦。哎、欸。一刀就倒了，没有错，还会自爆、哦。我以为那个是敌人，然后我一直想那种打不死他们。你可以拿他们当肉盾哦。他们不差啦，我这么强。感觉这样跑了，当什么肉盾？这毕竟是什么东西？你有没有死？闷，刚说完就要闷。但他们跟他们在一起就好了，超安全嘞。完全没事哎。快跑！哎，闷。这是啥？这是谁？哇！哦，好突然的、哦欸！这怎么跳啊？这是什么？啊、什么什么？哦哦哦哦哦！我有试过这个诶，好帅哦！不给你宰就好了，我换个子弹。六六六！哎呦！快掉了，没了。OK， 大概是这个位置，没有问题。人家会移动啊，这个位置。站在他眼睛下面就没事了。哎、欸，白被骗了，白痴。哎、欸，哎、欸，为什么是这样连的？报一箭之仇，血池。哎哎、欸欸，为什么变了？等一下，他各种变哎、欸。这个多亏啊，都以为吧。哎，收音机上来了。哎、欸。下去吗？不行，那是快速通道，我们下不去。哎！这是最终关了吗？快跑！等一下，机器速度怎么变快了？雷爆了！雷爆了！因为这是机爆了，没有机器那么快的、啊，雷爆了！因为这个是机奶。这太难杀了吧！哎，又是叠尸体关卡了，然后还用不到，更惨，还是浪费你代币的关卡。救命！耶！我拉你后面的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
是被谁射？哎呀，里面好恶心哦！哎，你看，他我被抓去繁殖的意思吗？哇，我可以变胖了，我变胖了！不要不要骗啊！哎哎哎，中饭！打火力啦！火力啦！火力啦！破掉了，穿肠破肚。A B 是什么？那个。坦克车的子炮弹，已经来一支。好好有喜感哦！天哪，你怎么又变胖了？哎哎哎，求一下，哇，求一下，快点求一下！他开炮之前，别别别！噔噔噔！哦，这是很高的。哈哈！哇，强子加了炮火啊！这种事，又是他，他不是死的吗？哦，他是队友，是不是？对啊，啊他不是死了吗？哎，这是个真理犯的。干，你就这样坐在那那么嚣张？我不坚定。哎呦！啊，变回爆了。拯救姐姐大作战，她是姐姐。抢救员工大作战，闹人拿火焰枪啊，太过分哦！啊，哎。连吃两个机关枪的更过分，就出来了。好，现在变成三人。为什么你睡着了？错，换他的僵尸分身出场。现在怎样？我的，僵尸版。所以他会帮我们打？不会，他只会逃跑，他只会逃跑。没放啊！哎、欸，屁呀、啊！那我能直接开谁送的啦？这边有石头给你挡啊，大哥！你不砍爆他们？他员工哎、欸，你只要打员工，人家告你哦、喔！快跑、喔！后面的不用管，对不对？后面人家喷口水，你就知道要不要管了。哎，不是，哎，为什么？你看后面的不要扫过来好吗？好臭啊！打不死哎，这么硬。嗯，你们是解救？什么解的吗？他不是。直接捅你一刀！一个麦队友狂拉你画面。阿毛，好厉害，好厉害！哎。
又一台。他是秒爆哎、欸！我按错。干嘛？哎、欸，我没事。我的子弹，你又把拉走了。偷袭，还是不能选他啊！可恶！史上最不科学的地方啊！我们可以卖掉他坦克车吧？我操！神推鲁，所以他自己飞走了，他飞走了，他带着氧气罩飞出去了，然后氧气罩哪里来的都不知道。这是我们坦克车怎么哪里来的重力？哪里来的重力？我的妈！射他的头脑，可是我没有怎么闪，没法闪哦，要硬吃哦。没有，可以啊，你跳出来就可以了。哎、欸，哎、欸，我在干什么？他那个，他散出的那一刹那，你跳起来就没事了。不过基本上会被先被这些苹果 K 死。没有问题，一个神闪，一个，就是，不是麻烦，哎呀，哎，怎么掉下来？哎。他终于来了，他哪来的船？他要不是被吸出去吗？但是他好像没有在帮忙、啊。我一直都不相信他有在帮忙，没帮忙。红色的那一颗苹果是怎样？有道具啊，会有道具让你拿。打不到啊！打不到，根本就没有那么多时间打他、啊，你爆了。哎、欸！哎、欸！到底别自己、啊！完全没有办法接，还可以、啊。啊，对不起。Double kill。你吃到枪都没办法用、啊，问啊！那我连惨叫都懒了。换他叫，换他叫。这还没跳进去，是谁？Mission complete。战斗了，要破关了、哦！哇，投了46次代币耶！总共花了460块换这个游戏，难受。小白啊，怎么把枪丢了？啊，两个人又各接46只。啊，他那不是算团队的。哎，没有啊，就
一个人接几次啊？两个人都是46次，不相同，很痛。能跳过吗？为什么要把枪丢掉？我怎么知道？这么猛连射的无限子弹。干断开！你这个断开的，谁断开啊？我才刚跳出一个断开哎。不能加速吗？可不可以加速？我要加速。断开。按错的啦。断开。断开。烂透了。沉到这把枪沉到水底。你想太多了，怎么可能让你沉到水底啊？史上最会拖戏的 ending， 过结束之后，呢？没了吧？这把枪里面的空气也太多了吧？好了 ，SNK 跑出来就差不多了。可以了，第一了。小太阳，拿上小。他刚 K 到什么东西？那只鱼啊。K 到那只特难呢、欸。不是啊，我们怎么都没有打名字啊？分数名字呢？有啊，我1282名啊。烂到了，我在哪里啊？你应该比我高吧？你分数比我高啊！屁嘞！对啊，你分数比我高啊！特难哦，你说特难的部分啊？对啊，特难啊！为什么按的特难没有我的数字，没有我的排名啊？哎，我看我显示在1282啊。